它就是一个，就是幼稚程度跟自己的年龄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个学长这样。当然，就是有时候他会跟我们开一些玩笑，然后闹我们，然后就是还蛮痞的，因为看不出来是这种年纪会做的事情这样。都是我在闹他们比较多吧，没有了，还好啊，就闹来闹去啊，因为什么就好玩就好了。狮子座的每个人都很幼稚，狮子座的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了，因为每个人都有年轻过啊。幼稚型的，就是有时候你弄他，他就会跑过来揍你一拳啊，就是然后用手夹住的脖子之类的啊，就是你弄他之后，他就会笑笑的跑过来要弄我这样。当然他也会玩 IG 嘛，或者是玩一些有趣的那个软体，然后他会有时候会弄别人的、啊，然后被我们发现，我们也会想说要弄回来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想说，看看大家如果变成小朋友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就一个一个拍嘛，然后最后就拍到恰哥这样，然后发觉他好像变成小朋友好像没有什么变，他也觉得还蛮好笑的，然后我就偷偷的一个一个po到我的 IG， 然后他是压轴，然后他是我整个 IG 里面回应最多的一则，好像子贤会教他吧。我跟他说，我已经跟他呛了，说不可能，我不可能教你，就是你要自己去揣摩看看这东西到底怎么用，这样你才能得到，更了解。对，不是他以为整张照片发上去就是那整张看得到这样，他不知道要说要，他不知道啊。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好笑，然后人家也觉得可爱啊，说为了要反驳我，然后去办一个 IG 还是干嘛。以前我们因为大家都会开玩笑他鼻子的事情，就是他比如说就是练习的时候可能觉得空气很稀薄，然后说为什么他、因为你在旁边啊，空气都被你吸光这之类的，然后就开始追杀啊，挖鼻孔这样子。那这样子我帮你挖，或者是他听到你鼻子，鼻子过敏了、有鼻塞吗？需要我帮你治吗？我说不用。怎样？你怎样？唐越东啊？现在恰哥的新玩具，越东啊。因为他都故意去惹恰哥，超敢的。因为时不时，我哥跟宋伟失败，还有。他们两个会先闹我一次，然后闹完他就会 cue 夏哥，他夏哥又来参与他这样，就是想先制造一个话题出来，一个很无聊的话题。其实我当下也没有想要跟夏哥开玩笑，都是哥哥还有四位神败这样，然后就把他既然都已经被用出来了，那就闹啊。我刚进来是比较有距离感，因为我个性比较害羞的，然后进来久了，然后也有上一军，然后嘉哥可能我跟嘉哥，我一开始都不太敢，然后是学长先跟我开玩笑，之后然后我就今年就比较敢拼一点。就治疗室啊，我走了，伤了我要做治疗，那明天再治疗。因为我也不喜欢在休息室里，然后大家死气沉沉的感觉。那也不希望球员或者有些年轻球员刚进来就这样，好像看到我们那老学长，然后就不太敢讲话什么。所以我会都会闹他们的。那我觉得这样大家开开心心的打球会比较重要，比较快乐，比较好，而气氛也比较好。那时候刚进来，因为年纪很轻嘛，然后恰哥又是队上最有威严的那个学长，就会有一些会蛮害怕他，然后不敢跟他聊天或者怎么样。但其实相处久了，他的个性还蛮好相处的，
然后他还蛮照顾我们，就会主动来跟我们聊天，然后就是帮我们安排一些事情。假如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告诉我们，这时候应该要做什么这样，然后照顾我们这些小学弟这样。像我啦，因为我会比较在意在场上的一些成绩这样，然后恰哥有时候也会跑下来跟我聊聊啊，然后说他以前怎么样，可能他以前本来要出国，后来因为受伤就没有机会出国这样，他跟我们讲一些事迹，然后就是尽量的用正面去鼓励我们，然后希望我们也是把自己的在场上的脾气做好这样，对。他也会跟我讲一些就是让我舒压的话，鼓励我的话，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嘛，第一名，然后他前两年打得很不好，然后他就会鼓励我说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之类的，然后就是抛开你那一些就是低职这种那个女生，然后就是年轻人就是上手去打这样。他上了球场啊，就比较认真，就不太会开玩笑。当然自己很开心能够在他的记录里面，然后因为我让他有推进自己记录的那个，因为毕竟今年是恰哥最后一年嘛，那自己也想要在他的一些事迹里面留下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这样。对，还蛮想跟恰哥说，其实我感觉好像都会怕怕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害怕你这样，然后我也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学长，然后很开心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能够遇到你，那我们也会把你当作榜样，然后因为你的一些事迹的话，可能我以后也有机会跟我的小朋友讲，毕竟像一个神兽级的选手曾经出现在我的队友里面嘛，那我就是很开心能够有你这样的学长，然后我们会继续努力把球队打好，然后一样朝总冠军前进这样。舍不得是全台湾应该都舍不得吧，但是我觉得他在职棒的那种成绩啊，还有一些态度啊，都在大家的眼里，很感谢他这20年对球队或是对台湾的棒球的付出的贡献，然后就谢谢他。他之后就是退休之后，一样就是如果有当教练的话，就好好带领我们年轻人，这样教导我们年轻人，然后我们会去多跟他学习，这样，然后谢谢夏哥，夏哥谢谢。